标题：单词里杨紫琼。大纲：导言。介绍：单词里杨紫琼是一位备受尊敬的马来西亚影星，她的故事鼓舞着许多人。主体：个人背景。介绍单词里杨紫琼的基本信息，包括出生地、祖籍等。职业生涯，描述他从选美出身到在香港影坛发展的经历，成为国际明星的过程。强调他在电影界取得的成就和荣誉，例如苏丹册封拿督和丹斯里的尊荣。社会影响，分析丹斯里杨紫琼对马来西亚社会的影响，他作为华裔艺人的突出地位和代表性。引用他受封的事例，展示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力。榜样与鼓舞，强调丹斯里杨紫琼作为一个榜样的作用，他的成功激励了许多人追求自己的梦想。总结他的成就和影响，表达对他的敬佩和感激之情。结尾，总结丹斯里杨紫琼作为一位杰出的马来西亚影星的故事，鼓励更多的人向他学习，努力拼搏，追求自己的梦想。完整作文：丹斯里杨紫琼。丹斯里杨紫琼是一位备受尊敬的马来西亚影星，她的故事鼓舞着许多人。丹斯里杨紫琼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的怡保，祖籍中国福建省同安县。他从选美出身，逐渐步入香港影坛，并成为国际明星。在他的职业生涯中，他不仅在电影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，还荣获了苏丹册封拿督和丹斯里的尊荣，成为马来西亚影坛中的佼佼者。丹斯里杨紫琼作为一位华裔艺人，对马来西亚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他的成功向人们展示了华裔在电影界的优异表现，也为年轻人树立了榜样。他受封拿督和丹斯里的事例，更是彰显了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力，成为了马来西亚华裔艺人中的独一无二的存在。丹斯里杨紫琼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只要有梦想，就要勇敢追求，不放弃任何机会。他的成功是他坚持不懈努力的结果，也是他对梦想的执着追求。让我们向丹斯里杨紫琼学习，努力拼搏，追求自己的梦想。